慈舟普渡之二，千念万念，生死苦轮，阿弥陀佛，极乐莲邦。一，娑婆世界苦，切记要出离。说起娑婆世界苦，人人都有切身体会，我也不例外。记得小时候，每当过年的时候，外公都爱说这样一句话：年关到了。那时候因为年纪小，不知道年关是什么意思，就知道过年了，有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有妈妈做的年豆包和年糕，实在是太好吃了，一提起来都垂涎欲滴。可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吧。2016年春节，我体会到了年关的滋味，真是过年如过关，关关紧相连，一关过不去，极乐不现前。下面给同修们讲几个我的年关故事。年关故事一，老伴子跑了，我病了。2月5日，腊月27，再有2天就过年了。这一天，有几个40年前教过的学生来看我，送走这几个学生，我忘记了把门反锁上。一转眼，老伴子不见了，穿着单衣单裤，光着头，没戴帽子，光着脚，穿着我的鞋子跑出去了。我来不及多想，也来不及穿衣服，也穿着单衣单裤就追出去了，因为我的鞋被老伴子穿去了，我是穿着拖鞋追出去的。半个小时后，我把他追回来了。东北的寒冬腊月，冻得我俩瑟瑟发抖。头2天没什么反应，我暗自庆幸，这么折腾没被冻感冒。我已经10多年没感冒过了。正月初一那天，身体开始不适，发烧、咳嗽、全身乏力，走路腿软发抖。过年那几天，有客人来，我就坐起来陪着。客人走了，我就躺着。这场感冒，就像一场小瘟疫似的，拖拖拉拉1个多月才见好转，现在已经痊愈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年关。年关故事二，12小时的做工。2月27日，正月20，这一天，我跟老伴子说什么，他都瞪着眼睛看着我，一句也听不懂。下午，老伴子在沙发上坐了4-5个小时。你怎么动员他站起来活动活动？他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到了晚上6点半，我想这样再做下去，他可能
就不会站了，得赶紧让他站起来。于是我拉着他的双手，想把他拽起来，因为我的右胳膊使不上劲，我一只胳膊往上使劲拉他，他使劲往下坐，结果一下子从沙发上掉下去，坐到了地上。这下子更糟了，他170斤体重，靠我一只胳膊想把他旱地拔葱，从地上拉起来，真是不可能。怎么办？只好在地上坐着，想给他挪个地方，坐着都挪不动，又怕他坐不住，磕着碰着，我把被子和枕头都搬出来给他围起来，这样不管他往哪边倒都摔不着了。就这样，我俩面对面坐在地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到了下半夜2点多，我们在地上已经坐了7个多小时了，他累了，我也累了，看着对面楼的灯都熄了，人们都进入了梦乡，而我们俩还这么坐着。这时心里有那么一丝丝酸楚，有那么一丝丝悲凉的感觉。可是很快我就觉察到自己心态不对。你不是说过要坦然面对一切磨难吗？怎么现在就酸楚和悲凉的呢？我马上把念头转了过来，我告诉自己，阿弥陀佛就在你身边，观音菩萨就在你身边，护法善神就在你的身边。念头一转，精神头就来了。我对老伴子说，我给你讲做佛的故事。我说，今天晚上咱俩就是两尊佛，你是一尊做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做工好，现在你在地上已经坐了7个多小时了，今晚你就是一尊坐佛。我说，我是躺佛，我坐累了，在沙发上躺一会儿，直直腰，所以我是躺佛。不管我说什么，老伴子都面无表情。我躺在沙发上，可能是累极了，睡着了。老伴子看我睡着了，用2个拳头使劲地砸沙发。我醒了，一看表，我刚才睡了10分钟。我和老伴子说，做佛不让躺佛躺着，那躺佛就坐起来也当做佛吧。我坐在老伴子对面看着他，这时出了4句话，是这样说的：两尊坐佛地上坐，我看你来你看我，
何日西方极乐见？原来你我都是佛。到了早晨6:30，我和老伴子在地上整整坐了12个小时。在我俩的共同努力下，在佛力加持下，老伴子从地上站起来了。这是我的第二个年关。年关故事3，防不胜防，老伴子摔伤了。3月4日，正月26日，带老伴子出去溜达，挂号散步。那一天他兴奋异常，平时走路都非常困难，那天却一路小跑，半路上捡了一根棍子，拿在手里挥舞着，并由小跑变成了快跑。我一看，糟了，肯定得摔跟头了，因为他跑起来根本刹不住车，跟着的人又撵不上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摔倒了，而且摔到了倒牙子上，脸和鼻子都摔破了，鼻子上有3道血印子在流血，好在胳膊和腿都没有大碍，没伤着骨头，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我跟老伴子开玩笑，人家小学生大队长的3道杠都是挂在胳膊上，你的3道杠挂在鼻子上，真是另类。他听了嘿嘿一笑，对着镜子欣赏他的3道杠。这是我的第三个年关。年关故事4，年关故事5。上面给同修们讲了几个年关的故事，这是我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有的故事能讲，有的故事不能讲，因为每个故事都涉及到人和事。如果讲这个故事能伤到人，我不会讲出来的。可能有同修不希望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我理解他们爱护我的一片好心，他们怕这些故事讲出来之后影响我的光辉形象。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我也有家庭，有丈夫，有儿女，有亲朋好友，有同学同事，每天也都在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不管我出名前还是出名后，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我一直想把一个不经过包装的真实的我，一个原汁原味的我，呈现给那些信任我、关爱我的同修们。我不希望让同修们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假我。这就是我给同修们讲这些故事的初衷和本意。
下面再给大家讲几个关于同修们的故事。近一年来，有我熟悉的几个老同修相继往生了，让我感到惋惜的是，他们有的大半辈子学佛念佛，可就是在最后关头没有把握住这句佛号，关键时刻阿弥陀佛没有派上用场。衡量我们学佛功夫的检验标准，就是临终阿弥陀佛能不能真正派上用场。派上用场，你成就了；派不上用场，你这一生又空过了，又随业流转去了，真是太可惜了。不是你没有遇到成佛的机缘，是遇到了机缘，因一念之差，又当面错过了，这是最最可惜的。举两个放不下的例子说明。例一，放不下家庭琐事，耽误了往生大事。这个老同修口碑非常好，是个有求必应的热心常人，曾给300多人送往生，也曾领众做过30信念法会。他日中一时，已经10几年了。在同修们眼中，这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就是这样一位老同修，最后一关没有过好。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放不下家庭琐事，耽误了往生大事。老同修病重的时候，我去看望他2次。我劝他要求往生，不求生，告诉他放下万缘，求往生。他说他放下了，我知道他没有放下，或者是没有完全放下，他还念着那些家庭琐事，这是他往生的一大障碍。第二，遇缘不同，动了道心。这个老修行人缘很好，所以在他病重的时候，去看望他的人很多，同修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劝导他，安慰他。比如有人劝他一心念佛求往生，告诉他如果你在这个世间还有任务，你的病就好了，这是阿弥陀佛把你留下来的。如果这个世间你没有任务了，你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接你回家了。另一种劝导的方法是，告诉他你的病能治好，多吃营养品，多打营养药等等。这样的劝导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动了道人之心。
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往生产生了动摇，失去了坚定不移求往生的信念，这是他往生的第二障碍。在这里，我要提醒同修们的是，去看望生病的同修，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千万记住，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呢。第三，往生前的环境氛围不清净。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感觉环境比较乱，比较闹得慌，比如电话的干扰实在太大。如果我们送往生，能不能关掉手机？非接听、非挂出的电话，能不能放低声音？不要可着嗓门喊，给往生者创造一个祥和温馨的环境。如果整天都是乱糟糟、闹哄哄的，往生者怎么能够安心念佛？这是他往生的第三个障碍。由于这三个主要障碍影响了这位老同修的往生。例二，放不下面子，耽误了往生大事。这位老同修学佛念佛几十年，送往生在哈尔滨是出了名的，说话办事干脆利落，送往生认真负责，吃得起辛苦。记得十几年前，我曾经协助这位老同修送一个佛友往生，是我给他打的电话。当时天已经黑了，这位佛友住的地方很偏僻。记得当时这位老同修已经60多岁了，他是坐最后一班公车来到了这个他不熟悉的地方。这件事让我和那位往生佛友的亲属们都非常感动，感恩这位老同修古道热肠。就是这样一个老同修，往生时走得也不尽人意。当然，这是个人的因缘吧。他有四个主要障碍。一是爱面子，因为他多年送往生，见到那么多人的生生死死，有走得好的，有走得不好的。他有一个担心，怕自己往生时走得不好，失面子。他这个念头就错了。你还没有往生，自己起了个往生时形象不好，怕别人看见了笑话的念头。不要忘了，一切法由心想生啊。这个老同修生病严加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不让任何人给助念，
就让女儿和儿子在身边陪他念佛。儿女离开一会儿，他就生气发脾气。所以爱面子，怕走不好别人笑话，是他往生的第一个障碍。二是习气重，这位老同修习气很重，执着心很重，而且是顽固的执着，固执己见，一辈子都说了算，听不得别人的建议和意见，这是他往生的第二个障碍。三是嗔恨心重，修行者心不清净，不平等，怎能顺利往生？有同修去给他助念，他可能不喜欢某个人吧，不但发火，而且把助念的人撵出去了。到了这么关键时刻，还带着这么重的嗔恨心，怎能往生极乐世界？听说他让儿子、女儿陪他念佛，女儿有事出去，一会儿他就生气、发火，这是他往生的第三个障碍。四是一个急字，耽误了往生大事。他平时性格急躁，给别人送往生，他也急，不是怕吃苦，就是急。几天送不走，他就会大声嚷嚷，你怎么还不走？你快点走吧。这回他自己往生，也犯这个急的毛病，恨不得阿弥陀佛马上把他接走。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过去老人在世时常说这样的话，人来到这个世间，差一分不生，人离开这个世间，差一秒也不走。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再急都没有用，往往是愈急愈耽误大事。不但往生者不要急，送往生的也不要急，要有足够的耐心，把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我们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帮助往生者顺利往生。急是这位老同修往生的第四个障碍。我给大家讲这两个老同修往生的实际例子，就是要提醒同修们，娑婆世界苦，切记要出离。怎么才能出离？放下，彻底放下。广钦老和尚说，贪恋世间的一棵草，你都不能往生。各位同修，反思一下自己，你贪恋的何止一棵草？你能不能往生？你怎样往生？你往生到哪里去？你不用问别人，问别人没有用，
这要问你自己。这个主要你自己来做。我劝大家放下平时那些热热闹闹的花架子，老老实实地练真功夫。最后时刻，那些花架子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只有真功夫解决大问题。什么是真功夫？阿弥陀佛是真正的真功夫。下面再给大家举一个放下往生的真实例子。2016年4月20日午时，哈尔滨有一位老菩萨高品位往生极乐世界坐佛去了。我在这里随喜老菩萨的功德。我和这位老菩萨可能是有缘吧，在他往生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和他见了两次面，通了三次电话。大约是一个月以前，有同修对我说，有一位念佛多年的老大姐病了，老人家有个愿望，想见见我。我当即答应了，第二天去他家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见了面，我对他说，老大姐，该回家了。您对这个世间有什么牵挂吗？因为我去他家之前，听同修告诉我，老大姐在自己拜佛时，求佛菩萨再让他住世2-3年，这是他生死关未过呀，他有这个求，说明他还有恋这个世间的情，这是他往生的大障碍。为了帮助老大姐扫除往生障碍，我告诉他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阿弥陀佛，要求往生，不要求生。求往生和求生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我告诉老大姐，如果您一心求往生，阳寿到了，阿弥陀佛接您回家。如果这个人世间您还有使命，阿弥陀佛会给您增寿的。如果您求生，生求不来，还耽误了往生大事，错过了往生极乐世界做佛的机缘，您说多可惜呀。老大姐非常有智慧，这么多年念佛没有白念，关键时刻阿弥陀佛派上用场了。他对我说，您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一心念佛求往生。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做佛。老人家说到做到，这一个多月，真的是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佛号上。这就叫做
至心一处啊。老菩萨能够高品位往生，除了他自己的因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助缘好。他有一位善根深厚的好丈夫，有几个善根深厚的好儿女，丈夫和儿女都是助他成佛的上上善缘，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往生的老菩萨有这么好的助缘，这真是老菩萨的福报啊。这位老菩萨往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9号的中午，我第二次去他家里，这是我俩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我进屋以后，老菩萨略显激动，双手合十在胸前高高举起，口里说：“佛，佛，佛。”我问他：“大姐，您是不是见到佛了？”他使劲地点了点头，我看到他的眼角里含着泪，我知道老人家要走了。临离开时，我给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祝福老人家自在往生，普度群蒙。老人家不是一个人往生的，他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有形的、无形的，无法计数。老人家功德无量。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就是要坚定学佛人的信心和愿心。榜样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真实不虚的。我今天交流分享的题目是千念万念生死苦轮，阿弥陀佛极乐莲邦。我举的几个例子，既有生死苦轮，又有极乐莲邦。我亲爱的同修们，你们听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吗？二，千念万念生死苦轮，阿弥陀佛极乐莲邦。我们的念头从来没有间断过，问题是我们在念什么？我们念的是和六道轮回紧密相关的事，和了生死、出轮回一点边都不沾。所以我们说，千念万念生死苦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净下空老法师近两年来讲经说法的重点是什么？我理解有两点。一点是教导众生怎样出六道轮回，远离生死苦轮；二是教导众生怎么念佛、学佛、做佛。这两个重点你听明白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
认真落实，你今生成就大有希望。听明白了，是难而不难；听不明白，是不难而难。大道至简，原来如此。2016年，转眼过去三个半月了，时间是不等人的。新的一年里，我们是碌碌无为，空空而过，还是有所新的建树？有同修问，什么是新的建树啊？依我之见，无比殊胜的建树，无过于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要彻底放下。放下三界六道，决定一生成就佛道。现在世界动乱，人人没有安全感。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真正的念佛人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让我们的信心、愿心更加坚定，因为我们有依有靠，我们的依靠就是阿弥陀佛。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少数人，在这一生中能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一行男性的净土念佛法门，遇到这么好的良师益友，遇到这么好的导师，遇到这么多大善知识为我们表法，这样的机缘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遇？我们不用出去找，我们坐在家里就遇到了，真是天上掉馅饼，正正好好就掉到我们头上了。但愿我们能够珍惜这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好机缘，如果是得到了，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珍贵，那可就悔之晚矣了。今生能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不是凡人，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生遇到这个法门能够信愿受持，这是得过去生中所供诸佛的加持。我们无量劫前就跟阿弥陀佛有缘，极乐是我的老家，弥陀是我的本师，今生缘成熟了，我们要跟着本师回老家了。要回家，就要把准备工作做好。什么准备？往生的准备。怎样做好往生的准备？每天都要想，生命是无常的，死亡很快来临，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把该办的事情办好，不能临命中六神无主，手忙脚乱，哪里还能想起念佛？每天睡前反省一次，我心里
还有什么放不下吗？还有没有什么挂碍？如果什么挂碍都没有了，就是现在死了，也是归命净土了。如果心里还有很多挂碍，还想着这件事没办完，那件事没了结，还有这个放不下，那个离不开，这心里的挂碍就成了你的生死冤家。到临命终时，就会来障碍你往生。所以，现在要提前把该办的事情办好，该交代的交代，该处理的处理，你要这样想。再执着的东西，到时候一样也带不走。你执着有什么用？这个世界是假的，你干嘛把假的当真的？心求极乐的心不切，厌离娑婆的厌不足，是往生的障碍。只有厌离娑婆，才能心求极乐。我们每个人都冷静地思考一下，你每天都念什么？你是在念生死苦轮，还是在念极乐莲邦呢？我们的言语造作，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诸佛菩萨悉知悉见，还有一些天地鬼神也悉知悉见，这就是周遍法界。有人喜欢卜卦、看相、看风水，岂不知天下最好的风水是你那颗纯净纯善的心。心好、眼好、行好，风水自然就好。要懂得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道理。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我们修佛修什么？修无量寿。我们求佛求什么？求无量寿。我们学佛得什么？得无量寿。我们成佛成什么？成无量寿佛。最后，供养同修们五首偈颂：人生难得而易失，三途易堕难出离。失掉人生三途去，堕入三途悔莫及。劝君不要再犹豫，一句弥陀直念去。三藏经典他人悟，我要树登三摩地。无师来娑婆，红传无量寿。讲法一甲子，度化无量众。念佛功德真心起，妄心念佛无意义。念佛功夫不得力，名闻利养要远离。能把妄心换真心，今生必定证菩提。
今日世间乃世现，明日回归我家园。菩萨表法度众生，时时刻刻无间断。何谓苦来？何为难？无非都是在表演。惭愧弟子刘树云顶礼。2016年4月21日。我们大家刚才读完了刘树云居士的报告，很难得，他的功夫境界不断地在提升，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这两天我还跟同学们谈到学佛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佛经上给我们说的真跟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两句？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事出世间一切法，讲真的，真是永恒存在；讲假的，假是刹那生灭。凡是生灭法，都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是量子力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他们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看到的现象告诉我们，物质是什么，这宇宙当中三个秘密，物质是什么，念头是什么，自然现象是什么。近代的物理学家都在研究这问题。这三个宇宙的秘密，第一个被揭穿了。第一个就是物质。物质是什么？德国人科学家普朗克他的报告，告诉我们，根据他学习的这个研究的结论，这个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呢？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这叫物质。这高频率的波动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幻象不存在的。像我们今天看电视，这就是高频率，我们电视的画面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像幻灯片一样，一张一张，这一秒钟当中他换了多少张，这个大家知道，这很普通的常识，100张。像我这个年龄记忆很清楚，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那个电影完全是动画，
啊，在放映机里面，啊，就是幻灯片的，我这里头有没有看看？有，这就是从前电视、电影里头用的底片。啊，你看这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镜头打开，这一张打到荧幕上去了，你看到了。镜头再关下去，换第二张，啊，再打开第二张，第二张进去了，一秒钟多少张？24张。哦，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就像真的一样，啊，24张的动画了。一秒钟啊，它的寿命，我们讲它存在的时间，只有24分之1秒。啊，那现在的电视，我们看得很逼真，因为这个电影你仔细看，它还在震动，还在震动，啊，很明显能看出来，现在看不出来了。啊，为什么？它频率提高了。啊，早年的电视黑白的，啊，没有彩色，黑白电视是50张，啊，比这个电影的叫这个底片的时候快一倍，啊，这是24张，啊，黑白的这个电视是50张，现在彩色的，啊。100张，啊，就是这个画面的寿命，实际上是1秒钟100次的生灭。这100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自己的？没有一个是自己，全是假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我们现前这些画面。就是我们现实的感官，啊，我们眼耳鼻舌身面对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个频率多高？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是很快的速度，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佛经上有。啊，3000年前，佛的弟子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个事实真相。是怎么回事情？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佛就提出，心有所念，我们一般人起个念头，我们自己感觉我动了个念头。佛说，这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就是微细念头。你看，我们这个底片在这个放映机里头，我们现在晓得，1秒钟是100张。啊。这就是100个念头，100个念头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好像还真的有这回事情。啊，那再换在我们现实环境里头，这个频率更高。啊，所以佛说，心有所念，起个念头，几念几相是也。佛这一句话问了3个问题。多少个念头，多少个微细的念头组成这1个念头？啊，这个我们现在懂了，啊，就像电影那个幻灯片一样，啊，它是24分之1秒，1秒钟啊有24张，我们才把画面看清楚了。如果只有一张，你看不清楚，一张会看到什么？我们可以做实验，
拿这个底片在放印机里放，把它其他的统统涂黑抹黑，只留一张啊，那就是1/24秒，只留这一张。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光一亮就没有了，这光里都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啊，它速度太快了，至少要1/2秒，那也就是12张组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画面，看到个人像，看到个树的像，人像面目看不出来，看到个人啊，看到个树木，看到一个建筑物啊，他用的太快了，假的不是真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佛出了个问题啊，一念几个像，几个念头，几个念头，几个相，几个识啊，说是心意识啊。弥勒菩萨回答说，这一弹指，一弹指速度快，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32亿8000，单位是八千，百千，100个千是10万，是32亿乘10万，这一弹指啊，我们把它乘出来是多少呢？是320兆，就一秒钟有320兆次的生命啊，有这么多念头，有这么多的形象出来啊，一秒钟不是24张动画啊，是320兆这样的动画在一秒钟过去，你把它当真啊，完全不知道这是假的。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这万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不可得的假东西，你放在心上，认为它是有，这就大错特错，是天大的误会。啊，佛教我们放下，就是放下这些，假的放下。真的呢，真的不要去找，假的放下，真的就现前啊，真的是什么？真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现前，真心是什么样子？是一片光明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大光明藏，那就是真心啊。净土里面讲的实，这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是法身，就是真的啊！这什么？它不生不灭，它能现一切相啊！我们这一切相都是它现，它是能生能现，一切万法是所生所现，所生所现是有生有灭，能现的不生不灭啊！能现叫自性。明心见性就是见到这个啊，见到这个就叫成佛了啊，见到这个自性本自具足，这慧能大师告诉我，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智慧不从外来的，佛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只是他障碍没有，他忘的放下了，真的全现前。我们现在是忘的，真的有忘的东西一大堆，把它障碍出，它透不出来。这叫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教你放下，放下是你的真心才现前，叫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成佛才算是真正回归自性。
我们把自己找到了，得大自在啊，得大安乐，再也没有烦恼了，再也没有忧虑了，再也不会做错事情啊，佛是彻底放下啊，菩萨放下一半而不彻底啊，菩萨是把起心动念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放下了啊，他不分别不执着，为什么？他知道是假的，知道这是假象，整个宇宙我们一般讲十法界，在佛法里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所以不要执着，明了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菩萨啊，他还有分别，他没有执着，这叫阿罗汉。那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这叫六道凡夫啊，这在十法界生死轮回里头不断的打转，做噩梦才醒不过来啊，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都叫我们放下啊，放下什么？我看得很清楚，这是智慧啊，我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就没事了，就很容易放下了啊。为什么执着一定要去要求把它当真，认为它真有，这就错了。菩萨出现在世间度众生，跟众生和光同尘，跟众生一样，也得要做，那是演戏。我们以为他真的，他不是，他是舞台表演，不是真的。他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依照这些台词剧本来表演啊，他知道是假的，是我们这些迷人以为是真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佛法到最后是真的是归无所得，假的得不到，真的真的也得，真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没有才能现，但是能现的是妄的，你得不到的啊，所以假的要放下，真的什么？真的也别去理他啊，真的是常寂光啊，常寂光随缘，有善缘三善道境界现前，有恶缘三恶道境界现前，不管现什么，心里的都没有起心，没动念，没有分别，没执着，这就高明啊，高在这里啊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你能不起心不动念吗？这太难了。修行就修这个，用什么方法？无量无边的方法，所以法门无量啊啊，通通都是修这个，就是叫你修的时候见色在色上不起心不动念，闻声在音声上不起心不动念，听得清楚明白，看得清楚明白，这是自信的智慧，这是本有的智慧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不再执着假的不是真，不可得。你想想看，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2240兆啊，单位是兆，不是千不是万，一秒钟就是它的波动的频率啊，是2240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慢慢在这里日常生活都是练功夫，眼见色
在身上练功夫，耳闻声身上练功夫，吃饭的时候舌肠胃在这上练功夫，练什么都是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啊！光讲不行啊，要真干呢、啊。真干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为什么要练？才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妄不可得，真也不可得。啊，都不能够着相，真没相，妄有相，相而非相，非相而相，这就对了。啊，菩萨佛在这里就现身，给我们表演，教导我们，我们要会看，要会听，啊，要会学。啊，会学就是在境界里练，不起心不动。啊，所以刘素云居士这篇报告，对我们学佛的人说，很有启发作用。啊，非常难得。啊，他说的都很正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功夫。啊，我们后面还有一篇。